哇，第二只台湾黑熊出现喽！哇，两只哎，两只台湾黑熊在三峰一号桥下，你找我，我找你。哇，哇，再看看这一只在那干嘛？哇，这一只在溯溪耶。两只哎，三峰一号桥下两只黑熊哎，还有一只跑哪里去了？哇，运气好好哦，一次看到两只。